好啦，今次我哋嚟呢度玩卡丁车啦，三楼啊去呢个探索者卡丁车。你哋都嚟，我都未玩过呢啲车。啊，有人玩紧啊，得一个人玩紧啫，条路都好阔 ，OK 啊。哇，有衫嗰啲，而家啲团友去厕所先。哇！睇到呢、這個開得太快啦，呢、這個人撞咗啊！工作人員嚟幫佢啊！行翻後，佢揈黃旗就即係叫佢翻嚟，哇！乜停得咁衰嘅佢？应该要看住嚟停，去撞前面架车就系咁样啦。呢个油门，呢个 brake 啦，应该呢个真系比一般大嘅喎，有啲似我喺泰国玩嗰啲。即系冇人理噶啦，你自己噶啦。呢度要 briefing 啊！我哋而家分三队。每隊大概十個人，每次可以十分鐘。呢啲 OK 嘅，呢啲速度你上到去都咁上下噶咋，你唔好望人哋快。但係嗰個轉彎位咧，你見到人哋好痕咧，去到嗰啲恐怖。唔係 OK 嘅。手機要收在他的箱度啊，冇得影啊！除非是跟阿玉分開玩，咁佢就可以企喺度幫我影。但係而家諗翻，我同佢一組，佢都冇影。我哋啲團友入咗去啦，第一組一二三四五六，係啦，我哋可以玩十分鐘嘅。我哋唔係自己俾錢嚟玩，所以就唔會有嗰啲咩服裝，我哋著翻自己衫。只是粒头套和头盔咯。影不到唯有影自己团友啦，就当玩当有影到啦，冇办法揸不到机，他要收晒我哋啲嘢。静喎，冇乜话啲咩车声。这个是第二组我们团友，现在轮到我们第三组入去看简介。我们要粒头套，然后戴头盔。我除了口罩太焗了，如果这样。除不除到个袋呢，死了。可不可以不遮个鼻呢，有些透不到气。我鼻没你那么高的嘛，为什么你个鼻这样呢？好似个贼咁，系嘛？除咗佢咯，我系恐怖分子。喂，唔掂啊，好难唞气啊，喂，啊？殺到哎呀哇哎呀
送啊。系啊。喂，我个头同你个头系咁啦。体验完毕，终于玩完啦，好好玩啊！好玩但系好攰。咁咧，好焗咯，嗰个面罩。我 OK 喎，我要搲开咗嘅。我又冇 keep 住戴住口罩。同埋吸嗰个盖我都吸唔到，要打开。我都冇吸啊。唔系，我到咁上下咧，个盖跌咗落嚟，跟住拨翻上。哦，好快上睇唔到，因為睇唔到路。十分鐘實在太快就完畢啦。係啊。兼咧，佢收曬我哋電話，所以完全錄唔到咯。我都唔知自己幾多。完全錄唔到，而家只可以玩完出嚟，即係同你就算噶啦，講翻兩句咁噶咋。冇炒車啊？冇炒車。有撞。我睇你唔到喎。撞咗嘢，跟住再褪翻後咧，後面一紮車圍住我，跟住有個女咁。同埋原來臨尾咧，佢會收咗油唔俾你嘅，五萬曬嗰兩個係啊。所以根本就我哋行去嗰度睇，因為你自己知啊嘛。但好好玩，好好玩！原來大家啲呢啲車好玩過平時嗰啲好細架嗰啲，唔係嗰啲做得太低 ，detail place 嗰啲嘅，嗰啲做得太低。即係你就算踩油入彎咧，佢都唔會話架車飛走咗咯。除非你實踩得好痕，除非你踩得好痕啊會。所以好犀利。呢隻鴨咁得意嘅，但係點解個嘴會打咗直嘅？點解個嘴打直？你錯。但係有啲唔係喎。我諗個嘴可以零嘅應該係咪啊？唯一在呢度打卡嘅就冇啦。呢個太平好似唔同正話嘅，爭個感覺爭啲嘅。類似咁樣咯。有咩感覺啊？好正啊！玩完十分鐘之後，呢一個手就攰啦，因為都冇車。冇試過倒車，好彩。倒過一次。愉快。收費是雙人卡丁車198八分鐘。很低玩的，就價格不會那麼高。啊。像比如充會員的話，才45块钱玩一次。哦。很便宜，充500，充1000，按照原價128來抵扣。啊。就可以玩11次。哇。相當於45块钱玩一次。嗯。還有一個更低的，就是有時間的話，就是一個199。唱完3小时。哦，三小时。三小时每一节都是8分钟来玩嘛，嗯，就是3个小时就任玩，你想玩多少节都可以。哇，比如像我们工作日的话，就没有其他散客哦，没有什么小童啊，没有什么双人车啊，所以你想每一节如果没有其他游客情况，你想每一节出去，就是每一节都想玩的话都可以。嗯，就是不用下车再出来啊。要下车要出来再来开票。哦，再开一下票，再继续玩。嗯，像今天他们有几个香港的小哥哥。他们6个人也是买的串玩票啊！哦，啊，犀利！就是在里面玩，玩3个钟。对，玩3个钟。系，好，谢谢。好低啊，就199，好抵系。对啊，你玩了10次，一次才20块钱，这很低啊。是不是？呢应该抵过出边市区嗰啲其他卡丁车噶，系咪啊？如果有其他，我们老板有开有在沙井极速户外的。哦，户外。对啊。有很多人在那里去玩了，去比赛是什么？哦，比赛机会也可以去玩的。嗯，不过那里游车的话，玩一次都是要100多块钱，嗯，就比较贵一点。哦，是的。我们这里的话，可能地理位置会比较光明区会比较偏一点，比较远一点。哦，因为由过关关口过来嘛，会比较远，所以价格什么的都会比较低。发个给自己定个位。这里有地址，哇，这个，或者要不我教你定个我们这里的位置。诶，原来有个记录噶喎 ，A、B、C 组 ，C 组我哋。呢个啲系第二组，我哋 C 组。都有先生噶。啊，我睇唔到，佢攞咗，啊，影咗翻慢慢睇。C 组，好，就我哋嘅成绩。呢个系 B 组嘅时间，但系 A 组俾人攞咗。好癫啊！几鬼大棚人，福田口岸，而家系挨晚5、6点。过呢条马路最恐怖。我哋直接落地铁站。入地铁站，所以我哋行地下。嗰边系10号线，我哋唔好行嗰度。